古代乳娘除了哺乳还能干什么？作用之多，哺乳反倒成了副业。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，乳娘在古代社会起到的主要作用一般都是哺乳婴儿。但是等到清朝时期，乳娘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多样化，给婴儿哺乳反倒成为了一个不值一提的副业，而主业则是给人哺乳。这些人主要都是贵族。那么到底是谁把喝乳汁这一项列为贵族标配的呢？这个现象背后又会给整个封建社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影响？古代宫女各司其职，但是有一种宫女，她们的工作看起来要比其他宫女轻松一些，可背后的苦难只有她们自己知道。这种宫女就是乳娘。在古代，乳娘就是抚养照顾别人的孩子，有一些通俗的叫法也会喊奶妈。但是在古代，奶妈并不是人人都能请得起的，一般都是古代的贵族才会请人来照顾自己的孩子。因为古代贵族妻妾成群，他们的孩子自然是很多，而那些豪门贵女们自然是不可能自己去抚养孩子，于是奶娘这个职业就越来越受欢迎。但是慢慢的，随着封建化不断上升，导致奶娘很少以喂养孩子为主业。这还要从古代的封建制度开始说起。在封建专制达到顶峰的清朝，为了让整个朝代能够延续下去，所以就大量吸取前朝的教训。比如说前朝曾经出现过外戚专权、宦官专权以及后宫干政等等一系列的问题，为了不让自己的朝代发生这样的问题，于是皇宫里面就专门开始培养一批宫女，这批宫女就是奶娘。两个人的奶水加在一起也不够我饱餐一顿。古代乳娘除了哺乳还能干什么？作用之多，哺乳反倒成了副业。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，清朝还专门制定了完整的抚养制度。抚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减少孩子跟妃嫔的接触，这样一来，妃嫔也就很少跟孩子灌输争权夺利的观念，也就不会导致整个朝堂的动乱。根据记载，等到皇子们出生之后，直接交给奶娘抚养，而且这些奶娘的数量也非常多。在乳娘的抚养期间，还专门制定了规矩，孩子跟生母的见面有规定的时间，而且见面之时也不能够说其他的话。这个制度很明显是用来防止母子之间产生感情的。除了这么做之外，古代的奶娘制度还有利于让后宫妃嫔休养生息，因为在生产过后会消耗女性的大量元气，女性尽快恢复过来，才能够更加参与到后宫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让女性重新为自己的家族而战斗，而不是拘泥于一个孩子身上。皇家这么做，集了一个带头表率，民间也有不少富贵人家也纷纷效仿。在这个时期，奶娘的乳汁就不仅仅是用来喂养孩子，而有一种其他特殊的功效。曾经在史书当中就有记载，西汉的一个丞相叫做张苍，因为年老，所以嘴里面没有牙齿，所以就尽量减少吃饭而喝乳汁，而这些乳汁就来自于他的妻妾。根据记载，凭借着常年喝乳汁，张苍居然活了将近百岁。就连在医书当中也有记载说，乳液可以护养皮肤，从而明目。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，导致皇宫以及民间所需要的乳娘越来越多。但是这些人大部分是用来护肤，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专门为了饮用这些母乳。有些人还专门改良了一些传统饮品，他们就专门把牛奶换成人的乳汁进行调配。当然这种方式也非常受皇帝的喜欢。古代乳娘除了哺乳还能干什么？作用见。